走！是。我去，李大强，掩护！是，小心啊！火力掩护！即将手给崩了。好，报告情报队长，我们遭到敌军袭击。难道他们现在就发起攻击了？好像是小股部队骚扰，不像是大规模作战。巴克，决战随时可能爆发，不管他们要什么目的，集中火力，彻底把他们消灭。让那个家伙给老子干下来！把步枪给我！上！冲！快去报告孟队长，让他撤下来。是啊。集中火力，打安保旁边的树，挡住他们视线。是。撤。八。啊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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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想突破我们的防线，简直是异想天开。报告队长，左侧发现敌军。命令左侧的士兵马上转移到右侧，将他们全部吸引过来。嗨。敌人有暗堡，收了弹。人呢？一小队右侧，二小队左侧，迅速将他们包围，彻底消灭。
吧。师长死了，现在谁敢跟老子提撤这个字儿，我崩了他！再这么打下去，兄弟们都得死。命令部队停止追击，立刻返回阵地，以防他们的再次反扑。嘿，报告大佐，守在山坳口的青木中队长急电。耶，松本大佐，我部遭到敌人小谷部队的袭击，目前已被击退。由于我部扼守位置险要，预计敌军还会再次反扑，恳请大佐阁下马上派部队增援。哟西，这就说明敌人的行动已经开始了。大佐阁下，请派我带兵前去增援。皇军的战斗序列中没有女人，即使你去了，他们也不会听你的指挥，这点你应该清楚。我知道，但是我在中国已经十多年了，只有我最清楚他们的做事方式。他们一定会想尽各种不入流、非正规的手段突破防线，请给我一次戴罪立功的机会，让我去阻止敌人的进攻，守住防线，也算不辜负您的一番苦心啊！拜托了。好吧，就让你的搭档坂田君继续配合你去增援青木的阵地。嗨，多谢大佐阁下。青木君，啊，坂田君，这位是帝国精心培训出来的谍报员云子小姐。坂田君，女人出来作战会带来很多的麻烦。青木君，你可以瞧不起女人，但请不要侮辱帝国的谍报员。哼，哎呀，真是令我笑掉大牙，谍报员都会指挥作战，那要我们这些军官干什么？不过也好，你们既会生孩子又能作战，一举两得。青木君，
今后不要小瞧任何拿刀的女人。我输了，以后愿听云子小姐指示。说你这个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啊？咱们闹得那么凶啊，他们为什么不追出来啊？哎呀，你就别卖关子了，为什么呀？他们之所以不追出来，就是怕中了咱们的调虎离山之计，防线可能就守不住了。但是这也证明一点，他们的人并不多，最多一个中队。哎，要是按你说的，敌人只有一个中队，咱再干一次呗，就能把他们一锅端了。他们人再少，窝在暗堡里不出来，你怎么打？怎么打？不是我说你也是，不想想怎么打？整一堆假人来干什么用啊？天一黑啊，咱们把假人往两边山上一放，谁能分得清真假？到时候咱们再拉开架势强攻一次，敌人肯定派兵出来。想办法进去。哎，这主意好。哎，真是啊，书读的多呀，就是不错。这样，咱俩现在上山去看看，晚上好好看一看，让咱们的兄弟好好休息休息。对，休息。那个阿斌、秉志，来，去啊，通知兄弟们。吃饱喝好睡足了，哎，晚上跟老子上山，赶紧往小日本是去，走走。哎，快点！哎，我快点！快点！再拿点稻草来，快，那边去。啊，辛苦啊！哎，这些够吧？够吗？不够的话，我再让人回去做。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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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行，这馊主意他出的，够不够？够了，够了。没想到做了这么多啊！药跟子弹也带过来了，一会儿你们搬进去吧。韦小姐，谢谢你啊！来，来，来，搬吧。小心点啊！哎，我一个人吧，慢点，我一个人吧。哎。是不是打败仗了？胡说，谁打败仗了？
下边这仗怎么打？吴队长给大家部署一下。学生军跟着我，其他的人跟莫队长，把假人带到两侧的树林，各留七八个放鞭炮的。记住，每个假人的脚下留一枚手榴弹，把眼镜都给他挂上。其他的人马上撤离到这里，等到敌人出击两侧的时候，我们趁虚而入。新兰，到，你跟在最后面，一旦突破防线，你们先进去找地方隐蔽，我会给你们发信号。大家听明白没有？明白，明白。二小姐，真是奇怪，刚刚三少爷还在这儿呢，这又不知道跑哪儿去了。他肯定是进去了，就知道这个臭小子有这么一手。这样，你带着其他人先回去。难道你也要？让你回去就回去，哪那么多废话？赶紧走。那老爷问起来怎么办？不知道怎么回答，你就闭嘴，什么都别说。那，赶紧回去。你一定要保重。欢欢，替我照顾好阿爸，等我回来。二小姐，你放心，我一定好好照顾老爷。你一定会回来的。阿斌啊，走，这次行动你跟着武队长啊，上去以后该我跟谁？谁让你来的？我。反正我都来了。如莲，啊，啊！给你个任务啊，突破敌人防线以后，啊，你跟着新兰，带他们去一个安全的地方隐蔽起来。我不跟着他，我跟着你。跟着谁啊？这是命令。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任务。是。行了啊，都别笑了，都有了，出发。是。全体左右，向左追。武器装备和作战素养都不如我们，所以他们习惯于夜间作战，惯用的手法嘛，无非是骚扰、侵袭、趁其不备、攻其不意。所以越是在这个时候，我们就越要加倍的小心。报告队长，山下敌军。
山下有敌人，他们神出鬼没，防不胜防。这就对了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原因只有一个，他们今晚有所行动。命令各个小组马上进入战斗位置。嗨。这回可热闹了啊！敌人能出来吗？你说呢？我没跟你开玩笑啊！如果敌人不出来，你小子等着。是，莫大连长。你到底有没有把握？报告青木队长，敌人的部队发动了猛烈的进攻。我们恐怕支撑不住了。他们有多少人？目测大约一个中队，右翼都是他们的人。全体集合！板将军，再等一等。云子小姐，不要再犹豫了。我们是来增援的，不是在这里看热闹的。现在我们还不清楚敌方攻击的目的。女人就是麻烦，等你搞清楚了，这里就是别人的阵地了。敌人是十分狡猾的，既然是攻击，他们的炮火在哪儿啊？难道仅凭两翼的射击就能够断定他们是进攻这里吗？不对啊，敌人怎么不出来呢？这黑乎乎的能看见什么呀？你懂什么？那个是敌人的侦察兵。吴少兄啊，这馊主意可是你出的，这要是依着我，早杀进去了。哎，都怪我疏忽大意。冯德才，冯德才，哎，你叫他干嘛呀？都说第五军是集结化部队，怎么能没有炮火打头阵呢？快点，穆连长，发电报，请求炮火支援，目标前方敌人阵地。是。李大侠，队长，你带几个人过去，等炮声一响，你就点燃鞭炮。是。你们行，走。
走了。云子小姐，这回你该下决心了吧？青木君，哎，除了暗堡里面的士兵，其他巨人和坂田军队混编。嗨，坂田军，嗨，我带人从侧翼，你带人从右翼，我们一起夹击他。他们就在前面，把我抄上去。嗨，狄小队。哈哈哈哎呀，你小子挺阴的啊，临走还给敌人留了点念想。走。你什么你啊？还说呢？小日本信号枪一响，你们一个个全都暴露了。不是，你怎么进来了呀？
一会儿再跟你算账。走姐，走。林子小姐，我上当了。你说什么？他们一定有更大的阴谋。你是说这些假人？阵地上没有枪声，说明他们没有发起总攻。他们到底是要干什么呢？大不了虚张声势，没什么了不起的。声东击西，哇，他们一定是摸上阵地了。回阵地，回阵地。报告师座，莫队长他们已经成功进入地下区，现在正在寻找目标。太好了，马上回电，让他们注意安全，务必抓紧时间找到日军增援部队。是。好小子，果然没让我失望。成败就看你们的了。你们阎王以前经常出入昆仑关，告诉我该怎么过去。现在我们在昆仑关的正南面，只有翻过北面那座山，再过一座桥，才能到寺堂。没错，敌军来之前，我在桥边上杀过猪。如果要是走大路，会有小日本的哨卡；走小路的话，就得多绕十几里路。多绕十几里路。来不及啊，这离天亮还有一个时辰了。连长，去艾师座询问咱们进展情况。回电，就说我们已经查明了伏击地点，正在全力赶赴。是。听我说啊，来不及了，咱们现在就顺着大路外边的树林直奔昆仑关。行。赶紧行动吧，阿斌，集合队伍，前进集合。你确定他们没有出现在阵地外吗？嘿，我们一直坚守在这里，没有发现任何异常。奇怪，声东击西却又围而不攻。报告，青木阵地电报。是中村将军到了吗？
兵！我暴露了！小熊，你带着几个人从这边绕过去，咱们左右夹击。三哥，下车，你们就跟我走。好，速战速决啊！好。报告大佐阁下，桥的方向发现敌军小股部队。桥？桥？昆仑关青木阵地桥，九塘四塘南宁。哟西，他们果然是为刺杀将军而来的。哼！命令附近的部队，马上向枪响的方向集结，务必把他们消灭在桥那一带。嗨！给我接青木阵地。刚刚得到情报，在桥的方向出现小股敌军。我判断他们此行的目的是刺杀中村将军，我命令你立刻带人前往，彻底的消灭他们。嗨，我一定咬住他们。他们潜入我军后方的意图是妄想刺杀中村川宏将军，现在他们在桥这一带遭遇了帝国巡逻队，我们要以最快的速度赶过去消灭他们。嗨，要一个时辰。我问你的是时间，不是时辰。太君，我说的时辰它就是时间了。王海说的每一个时辰就是两个小时，快走吧。还等什么？带路。嗨，敌人增加了搜索兵力，看来我们的行动意图已经暴露了。现在我们必须得向另一方向转移，以迷惑敌人。老婆，这个附近哪有可以藏身的地方？这大路小路我都知道，可是这能藏身躲人的地方我还真是不知道。干脆绕路去四塘的山洞，从那儿下去就是我们村，再往东就是公路。哎，你说的是咱们救飞行员的那个山洞吗？对，现在除了我们没人知道那个山洞。可怎么才能绕过前面的敌人？顺着左侧的树林翻过一座山，再穿过一片树林就到了。那么远呢，时间不等人呢。为了保存实力，先躲过敌人的搜查，等夜里再行动。这都走了一半了。所有的搜索部队封锁每一条公路，机动搜索分队缩短彼此之间的距离，以便在发现敌人之后能够迅速地将其包围并彻底地歼灭。不惜一切代价，一定要在天黑之前找到他们，否则将会直接威胁到将军阁下的生命安全。嗨，上一次
他们救国军飞行员的时候，是不是在四塘附近？嗯，没错，就是那一带。根据他们流窜的方向分析，他们下一个目标会不会也是那里？不是，他们如果要是刺杀皇军大官的话，应该去昆仑关呐，跑那儿干什么去？地图。蓝天军，嗨，他们隐藏的地方极有可能是四塘村附近。理由是什么？同学们，莫队长要深入敌后执行斩首行动，这对昆仑关一战相当重要。但是我们被敌人包围了，必须想办法引开敌人，策应莫队长他们突围，才能保证任务的完成。好，说干就干。同学们，准备战斗。你要干什么？你这么做就等于带着他们去送死，你知道吗？现在没有别的办法了，莫队长，能用我们的牺牲换来完成任务，我们死而无憾。走。告诉你少长，你的心思我明白，但是就算是去送死，也轮不着你们这些娃娃兵。我们不是娃娃兵，我们是由共产党和进步学生组成的学生军，我们是军人。如果我们还活着，咱们就在苦门峰会合；如果我们一个小时之后还没有回来，你就别管我们了。行了，下定啊，我带上几个兄弟突围，你带上其他人从后边杀出去。别争了，行不行？没有时间了。哎，姐夫，五哥，我也去。不行，小屁孩。哎，别呀，这么好的立功机会，再说了，我是当地人，陆斌你熟啊。弟弟，还记得咱们盐帮走的那条通往苦门峰的小路吗？记得呀，我闭上眼都能摸着。无论如何，你一定要把武队长他们带过去。没问题。莫队长，我们可以的。少兄，
当心点啊，我在那边等你凯旋。让他们跟敌人交上火了，兄弟们，准备战斗！准备战斗！把这边的敌人移到那边去，里面是死路一条啊！执行命令。吴大强，耀红，吴大强，李大强，
那你不会顺着枪声找找啊？大哥，枪声停了，我们过去的时候有大片的敌人，所以我们就……你叫什么？就回来。那狄青呢？哎，都别急，少雄、狄青他们是去掩护我们转移，你放心，狄青很机灵。少雄这个人也很勇敢，他们一定会没事的。新兰，放心，他一定会回来的。少雄，狄青，狄青，狄青，回来了。少雄。少雄，你回来太好了。狄青，你没事吧？伤到哪里了吗？姐，他们都牺牲了。回来就好，回来就好。于大强受伤了，你去给他包扎一下。孟大哥，我就知道你小子一定没事儿。少兄，其他同学呢？都牺牲了。我们没有跳出敌人的大包围圈。莫队长，接下来我们会迎来更大的挑战。只要有你们在，哪怕有天大的挑战，老子都不怕。时间紧迫，我们走吧。我们走，出发。